玩过神奇宝贝的人应该都知道，有一只神奇宝贝叫做地鼠，那最经典的当然就是皮卡丘，不用多说。那如果有玩过神奇宝贝的人呢，应该会知道地鼠有一个绝招叫做爪击。那你们会不会好奇？奇怪了，地鼠的模样不就钻在洞里面吗？它哪来爪击呢？接下来就让我们还原最真实的现场。皮卡丘遇到了地鼠，地鼠率先使用攻击，野生的地鼠对皮卡丘使出了爪击，连呱喳似的。